凭什么说是我呀？你也没办法证明不是你啊！脱下鞋，我闻闻。嘿嘿，我们家停水了，我一个月没洗脚，一个月。就是你，肯定是你，就是你。安静，你们三个怎么回事啊？浩王大声在教室放屁，严重影响了我的学习。浩王他胡说，是银河放的屁。到时候你别污蔑我，屁是杰德放的，他恶人心更重。是你，就是你，就是你。你们别吵了，既然你们找到我，我一定会破案的。啊，就是这个味道，满教室都是这个味道。这味道不像是吃坏肚子散发出来的，倒像是身体上的味道。我就说嘛，我只有在吃了大豆的时候放大豆味的屁。张嘴呼气。是一股辣条味，你可以摆脱嫌疑了。浩王，肯定不是我，我放的臭屁都是没有声音的。也是，刚才那屁声那么大，应该不是你的。杰德，凭什么说是我呀？你也没办法证明不是你啊，脱下鞋我闻闻。嘿嘿，我们家停水了，我一个月没洗脚，一个月。浩王，教室里就是这股味道，杰德应该就是罪魁祸首。你这个不孝子，我就打扫个卫生，不至于这样对我吧？爸爸 ，what？ 咱们不是已经选过爸爸了，怎么又来？阿布吉，阿布吉，自从你救了我阿拉布吉之后，我就觉得你是我亲生阿布吉。没想到我们父亲还有一个外国儿子。我们的爸爸是世界上最牛的爸爸，你一个毛头小子凭什么认我们的爸爸？好小子，不讲武德，搞偷袭，这位兄台请你洁身自好。老规矩，作为全宇宙最帅的男人，我的儿子必须会说土味情话，你们谁先来？你的酒窝没有酒，我却醉得像条狗。我的笑容没有酒，你是真的像条狗。爸爸，我能带你去一个地方吗？去我家户口本上吗？爸爸，你知道26个英文字母里哪个最帅气吗？不知道。最优雅。爸爸，我不管，作为你的儿子，能力一定要最强，所以我们要求家事。好，那就来一场家事。今天的题目是奥特曼放屁一条街，打听打听谁是终结者。看我大招臭鸡蛋。我说泰罗，你是食屎了吗？看我为爸爸放一个 5.2 秒的屁。这就是我儿子，只有我真正的儿子才能放出这么精准的屁。爸爸，你还没听我的呢，这首屁味的大碗宽面送给我的爸爸。大贤曹操如急雨，小贤切切如私语，这就是我儿子奥特之父儿子一条街，打听打听谁是放屁终结者。什么？你们也想成为我儿子？那还不赶紧给爸爸我点赞！传点奥特曼外号送女朋友啦！求求不要抱怨，抱我！最近有谣言说我喜欢你，不然澄清一下，那不是谣言。小妹，近朱者赤，近你者甜。停停停，这怎么还说上土味情话了？想要得到格力乔丹，必须得盘点奥特曼外号，盘点的越多者得。我先来。我先从昭和奥特曼说起，第一代硫酸连初代。大家都知道，初代奥特曼登场在1966年，初次登场的初代脸部十分粗糙，像被硫酸泼过一样。后来初代就被大家称为硫酸脸。你有病！我来说第二位，沙弗林佐菲。佐菲在初代奥特曼最后一集首次登场时，自己亲口说道：“宇宙超人，睁开眼睛，我是沙弗林。”由于翻译问题，这个外号就此传开了。除了沙弗林，佐菲还有一个外号叫纳维大人。在别克 TV 剧中，莱特星人对着香秀树直接来了这么一句：“除掉奥特曼的计划是什么？”我可以告诉你，消灭奥特曼的计划是佐菲定的。除此之外，佐菲还有一个岩头队长的外号。在佐菲对战火山怪鸟巴顿时，不仅没有把对方消灭，一不小心头还被点着了。于是佐菲就有了岩头队长的称号。不错不错，还有吗？我有，爸爸杜啊。什么？
七爷您来了。为了儿子的幸福，我也来帮他盘点。当然我要说的就是我赛文，我被称为远古亲儿子，具体什么原因你们知道吗？真不错，那乔妹就归赛罗了。我愿意。我不同意。我是大圣，啊哦，这是我的爸爸奥特之父，这是我的兄弟泰罗。大家好，我是小猪泰迦。奥特曼才艺展示，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奥特曼才艺展示大会，有请一号选手奥特之父，奥特宇宙警备队的大队长，现任光之国的大统领，最高领导人。奥特之父是经受了为全宇宙所传送的奥特大战争洗礼的勇士，能打倒令奥特兄弟陷入苦战的敌人，受到所有人的尊敬。我给大家讲个笑话，一个公路，他走着走着越走越快，最后他变成了高速公路。呵呵呵，不愧是爸爸。我是泰罗，泰罗奥特曼是奥特之父与奥特之母的亲生儿子。泰罗的格斗能力十分出色，必杀技斯特里姆光线威力极大，是奥特兄弟中最强的奥特曼。今天我的节目也是讲冷笑话，大灰狼说我要吃了你，你们猜怎么了？结果大灰狼就把小羊吃了。你们不愧是父子，这种弱智节目都能拿出来显摆。现在登场的是泰迦，泰迦奥特曼，光之国新一代的年轻奥特战士，令和时代第一位奥特英雄。虽然还十分年轻，但也学会了为了正义而战，和伙伴泰塔斯奥特曼、风马奥特曼组成三人小队，逐渐成长为一名真正的奥特战士。我给大家的节目是怪兽顺口溜：芝顿强，巴顿狂，玉米棒子雷德王，扎姆夏素纳核恋鬼，北蒙斯坦不用嘴，戈尔赞梅尔巴，虚空怪兽格里扎，泰兰特五帝王，小艾雷的尾巴长。不愧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呀，我宣布今天的赢家就是泰迦。你们觉得呢？喜欢我就点赞吧。欢迎各位买家来到今天的奥特曼拍卖会，本次拍卖的筹码是糖，谁出的多物品就归谁了。知道了，快开始吧。今天这的东西全部都是我的。第一件拍品是捷德尊皇形态，借了奥特之王的力量，拍卖表明显就霸气了很多，还有披风呢。捷德奥特曼也是唯一一个可以借助奥特之王力量的奥特曼。我出一个棒棒糖。我出三个棒棒糖。这我先不要。三个一次，两次，三次，成交。哈哈，归我喽。第一件拍品已经拍出，第二件物品就是究极闪耀赛罗形态。列城在南可戴纳盖亚，我列城在北登阿斯特拉。这个我可不会要了，我出三个棒棒糖。我出四个。我全出五个。看来这位玩家势在必得嘛，五个一次。慢着，我出六个。你欺人太甚，你给我等着。恭喜这位玩家再次获得拍品。哪有几个棒棒糖就敢来拍卖会啊，真是笑死人了。本次拍卖会最后一件拍品融合了加古拉胸口的月亮以及赛罗的无限形态。老板，这个我要四个。四个一次。慢着，我出一斤白砂糖。老板说是糖又没说是什么糖。老板，这个足够了吧？够够够，这绝对够了。小美，我这叫财不外露，懂不懂？老板，我觉得这些剩下的形态都可以给我了吧。大圣，你都拿好了啊。大圣真的太聪明了。欢迎进入克隆模式，本局游戏种类组队，各位玩家只能从出生点带走装备，通过机长完成克隆，现在请每人领取一个装备。大圣，按照种类组队，我们三个奥特曼一队，一个人类一队。我会遵守游戏规则的，拿装备吧。泰罗，你为什么拿两个装备？系统设定每人只能拿一个，你给我还回来。大圣，游戏地图里不刷新装备，我看你怎么玩。你们不讲武德啊。谁让你平时总是赢，今天也该轮到我们了。就是玩不过就耍赖，通过平时跟我抢爸爸，哼，今天看你怎么玩。这局可是克隆模式，没有装备他输定了。走吧，咱们去制霸地图。这什么装备都没有，这可怎么玩啊。诶，有了，克隆奥特曼变身器。哇塞，真的可以，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该我上场表演真正的技术了。大圣，没有装备你还敢出来呀？你是来送人头的吧？哼，菜鸟们，以为抢了我的装备我就玩不了游戏了吗？瞧好了。怎么会有这么多奥特曼？给我上。